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做道德练习，所以呢，请小朋友们拿道德作业本，然后呢，打开第25页，打开这一页的啊。好，现在呢，先跟着老师一起读上面的字：不乱花钱。再一次啊。不乱花钱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看，在这边呢，有谁呢？对，有姐姐是吗？姐姐的手呢，正在拿着什么呢？这个？对，这个呢，是硬币。硬币，硬币呢，就是uang logam。啊，姐姐呢，就要把钱存在这里，那你们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把点一直到30拿来连起来，连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东西呢到底是什么。那现在呢，老师就要请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连一连哦，从第一开始。一呢是在哪里呢？对，是在这边啊。这个是一是吗？一是沙度是吗？来，从这边开始啊。一了呢，然后二，对，这里是二是吗？二了，然后三是吗？从这边开始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，然后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然后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然后19，然后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给，然后25，这个25啊，然后26、27。28、29，然后最后的是30。啊，你们看这个存钱罐呢，或者可以叫做储蓄罐，它的形状呢像什么动物呀？对，像兔子是吗？啊，原来呢，姐姐呢就把钱存在像兔子的存钱罐，或者可以叫做储蓄罐。OK， 啊，今天的练习呢，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啊。小朋友们要记得哦，再见。如果你们有钱，就要把它存在存钱罐。不要拿来乱花钱，知道吗？存钱了之后呢，小朋友们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哦。如果有一天有急事，小朋友们需要钱，那小朋友们呢都可以随时用自己的钱。所以呢，小朋友们要学会不乱花钱哦。好，小朋友们，再见。